手上嘅系一幅放大咗嘅12L相，大家可以睇下左上角背景系一栋商业大厦，大厦外墙挂住一部大电视，正正就系播紧当时嘅即时新闻，大家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当时嘅时间同埋日期，所以呢张相绝对可以证明被告并非杀人凶手。 宣判，被告薛家强谋杀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祝愿我挚爱的 Kobe 平安无事，早日回到我身边。 有幾多貨數幾多貨？我唔要有人買到小四嘅股份。我哋而家有幾多貨喺手？廿二個 percent 左右，一路增持緊。出面啲反彈嘅小四喜個勢咁勁，個個都好絕望，所以周圍都入唔到貨啊！晚啲個市就會冧，到時小四喜股價亦都會大跌，你有5分鐘時間掃貨。無端端個市點會冧啊？總之你睇實個市，劃定個高價，嚟收貨。 我哋而家即刻去医院咧，听日办法医好你嘅。我喺出所做嘢，佢要攞爆只手上面嘅小蛇喺公司，而家系关键时刻。而家冇嘢紧要，得过你自己条命噶。俾我认证埋佢。 无论点，我都要同你喺埋一齐。仲争2% 就可以保住小四喜，冇俾佢停，上课。我一入咗全香港最大嗰四间证券行度，一阵间电脑就会落错晒盘，个市起码会冧5分钟。一阵间我啲经纪就会趁机会。 收购小四喜，你记唔记得我哋相识嘅日子啊？做乜咁问啊？你答咗我先啦。2010年11月12号，你要好好记住呢个日子啊！ 话俾我听，到底发生咩事？突然间大冧市，小四喜嘅股价跌到收唔到啊！冇理，照收。阿薛哥，我哋电脑程式已经 set 咗个价位，个市一冧，我哋价位一样低，都唔够佢哋立得快啊！咁快啲搞啦！ 小四喜跌到得翻1蚊啊！我哋好快就会赢。
攞到30% 發動強制收購，小四喜已經停咗牌。茶点啊？好饮，茶味好浓。冲茶最紧要就系啲温度，太低唔得，太高亦都唔得。如果你揾到个适合嘅水温咧，咁嗰啲茶味就会由嗰啲茶叶嗰度走落去啲水度。冇错，就同我哋做嘢一样，决定同埋部署往往系比行动更加重要。不过可惜今次俾白师甩咗身。破壞咗我哋完美嘅部署。唔緊要啊，最緊要攞到小四喜翻嚟。錢生，你嘅。做得好，嗰筆數好快就會過入你户口。多謝。升職同埋授勳唔會少咗你嗰份，你滿意啦？錢生。我仲有一個諗法，我想成為你哋一份子。你嘅野心都幾大喎，不過未係時候。只要你搞掂啲手尾，我哋先至慢慢再傾。你講國盛佢哋三個，明嘅，我知點做。下個月政府就會公布新界東北嘅發展計劃，到時如果你搞掂咗。你或者會有機會見到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。不開心啊？羅姐，可唔可以幫我個忙啊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幫我霸定個位，我飽先同你一齊瞓街。好啊，好啊，一齊瞓啊，一齊瞓啊！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